天元传说手游，今天来玩一个手游。那这个手游呢是非常轻松的一个手游，所以我直接跟你们讲一下它的升级攻略教学啊，不，新手攻略教学，基本上还蛮简单的，就是一直解主线就可以啦。好，那这边有个自动战斗，好，那你看我们就已经，然后它这边有一个排行榜，嘿，有排行榜你就可以怎么样呢？你就可以看目前的第一名是谁。好，那这样就一直这样，以此类推，我们就可以升级攻略教学啦。那这边有它的主角系统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去升级啊，它也有外观啦哦。我觉得这也是一款值得大家最新期待的一个手游。那它有时装跟称号这样。全新清通的手游就这款了，好不好？那就这样，一直这样升级下去。那这边呢，有一些虚宝，它有内建修炼，可以从这边来提升你的升级。那大军你可以做一个使用，那甚至这个你可以做一个一键升级。好，这样一直练下去哈。还不错啊，好不错哦。啊，你看他一开始也给你做起了，对啊，他有图鉴，他的图鉴也都可以看。这边很多种啊，很漂亮。好，升级教学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八等了，很好练哦。感觉怎么可以继续弄？不错吧？然后他线网你其实也可以看，对，